站住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吃不惯大堂的餐点，便给你做了羊肉面条。趁热吃吧。好吃。你为什么要替我顶罪啊？你这样，可都会不高兴的。你就不怕有损阿什勒部的名声？我，舍儿，咪咪，好久没吃你亲手做的食物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为什么要承认那个毒药是你的？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？难道真是你下的毒？我认识的米米是一个善良、热心、爱帮助弱小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对我表面上恭恭敬敬的，只不过因为我是小可汗，只有你才真的待我像朋友一样，那是我非常想念的时光。自从你离开以后，我就没再付出过真心。今天这事儿，我不过是想保护一次我想保护的人而已。是啊，谢谢你，可是我们不可能。这是我的事儿。我走了，少儿。其实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并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。比如，就像我，也许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善良。我希望，你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都依自己的心去判断，因为，你跟其他草原人不一样。